你再练练就好了。生吃好吃。硬炸的。炸吃把壳也吃了。对。生吃壳扔了吗？对，壳扔了，对。特大拿特小拿呀、啊！我先我瞅瞅啊，咱们掺着拿。连炸带蒸。是我给你抓，抓大抓小的。大带小，先抓大的，完再抓小的。先抓大的是吧？对。这大。再来两个小的。有没有抓？有。抓着你。对，咱这加水的就抓不着这些，还够不够这些？哎呀啊！这啥呀？这是炸螃蟹。炸螃蟹还拎出来了呀？拎出来。是活的吗？切是。那个的让我俩走道给挤那啥的，挤蒙圈了。咦？哎呦呦呦！还得难个子。难。这玩意儿崽子，整两半我看够大了。嗯。能整成四半吗？这小。能不能砸透？砸透了吧？螃蟹就是，哎呀，带黄啊！你拿个小盆儿。吃螃蟹是不是就吃黄啊？是吃啥呀、啊？就吃黄。你这锅是干啥呀？鱼炖鱼啊。炖鱼。啊。那是炸螃蟹。嗯。大家跟你一锅炖。家没有那么些，还有两个连呢，我的。活螃蟹搁锅里两个，搁锅里啊。对对对。这干啥？这是一个拎一个。不用刷着哪儿吗？啊？不用刷着哪儿呢？就搁锅里去了。它现在咋翘黑呢？刷上，你得刷上再刷吧。哪有牙刷啊？嗯。夹手啊！夹手啊！大爷，倒水台了。这夹手啊！这筷子夹。咱直接就扔里啊！啊，那等一会儿。你下完汤以后扔啊。啊。行不行？这个汤。那时候哪跑？来，不能跑，那锅那么高，它高，它往哪跑？啊、我看看，它跑了吗？要！啊！太多了，炸湿了热花就行了。那这黄挺好，个个都是黄。嗯，主要就吃这黄了。嗯，现在就吃砖的时候了。对，砖刚上市。啊、哦，搁点料酒。这儿，我妈那儿，搁盐拌上，搁鸡蛋拌上，搁面拌上。别给它拉上了。肉拿去了。外焦一嫩，小吃咋的？那以前他也不知道有卖螃蟹的呀，他今天他才说看见卖螃蟹的。这鱼脑好像，稍微是不是还有点汤？没点汤行，一会儿再泡吧。嗯，好吧。行。也六四，哎呀妈！真好。我说这里边啥都有，还有螃蟹呢。捞了吗？嗯呐。等一下。
行，就这头影就行，那边的推一下子，中间留着。我给你剃个弯草得了呗。我想让你剃了，我还不让你剃了。完事了哥，别夸了。还晃脑袋，晃脑袋剃没了呢。就是你，还疼呀？咋的？你这头型长的呀？咋的？行，鬓角，鬓角一推推。鬓角，这边。鬓角稍微往上，哎，往上推推推。你说你叫我这老太太剃头，你有多少荣幸？荣幸。然后咋的？洗一刀，洗一头。完事儿了，咱们火烧。这么大呢是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哎呀，这片刀咋样？好，咱这小人。嗯，爸说馋鱼了，然后三姐夫下午就到了。看见帘子，看这，一个里子还几瓜子？大虾、螃蟹、几瓜子里子。又海鲜又河鲜是吧？好，上菜。那啥，大哥，咱就坐这儿啊。锅都拿走了。啊，吃饭，给我吃饭吧。螃蟹，来，在这边。小豪尝尝。咱就是酥的。是吧？是吧？两边儿，对。两边儿，你混的。好香，吃。好。那你们咋样？这下边真酥啊！啊？啊？酸可酥了。嗯。哼。啊？可酥就造。嗯。这老牙咬动都能咬动了。嗯。哈哈哈哈哈。今天吧，你弄两万就可以了。他也不吃，中午还行，中午多吃点。明天开始。